看着的时候，常常头就往下低，眼睛就一直滑下来，差点都要滑出去了。平常打球的时候，不戴眼镜会看不到球，戴上眼镜以后又要一直去推它，真的很麻烦，就是造成我很大的一个困扰。这个眼镜戴上去以后让我觉得很方便，因为它后面有一个扣环，让我更方便打球，不会让眼镜一直掉，也不用一直去推。对。常常看书的时候头就会往下低，然后眼镜就会往下滑，造成我很大的困扰。